咧非常之複雜，涉及即係口同鼻拗，又有第三者，啲口供又唔攞出嚟，其實個個都涉嫌咧，好似有啲嘢唔係好想講咁。咁啊，嗰度就真係要遲一步啦。咁啊，但係好簡單啦。咁啊，港鐵咧喺土瓜灣同埋呢個會展都基本上咧卸曬落去前線監工，就係覺得佢哋自己管理係出現問題，有待改善。總之咧，嗰啲監工係知嘅，不過咧就冇向上匯報。咁我姑且都要信佢哋啦，係咪？因為港鐵即係都咁多年喺香港，佢嘅聲譽一路都唔錯。咁如果佢查咗咁耐，都係一口咬定係前線嘅駐場嘅監工，就所有啲嘢都攬曬上身嘅，咁我都即係好難話質疑嘅。不過我亦都有樣嘢奇怪，就係由駐場監工到黃黎明之間，所有嘅港鐵嘅高層係負責巡地盤嗰啲，其實佢哋請嚟做咩嘅咧？如果佢哋係冇定期巡地盤嘅，咁啊唔應該請啦。如果佢哋有定期巡地盤嘅，竟然呢啲嘢睇唔到，又或者連下邊嘅直屬嘅下屬都可以唔同佢講，佢又唔識問嘅話，咁亦都好似請嚟都無謂啦。咁我覺得，如果慳翻曬呢班人嘅人工，可能都唔少錢。呢個都可能係港鐵值得考慮嘅一個改革方案啦，係咪？既然你俾咁大權俾前線嘅監工，佢樣嘢都可以唔使匯報，咁不如索性就俾多啲權力佢哋，等佢哋自己揸 fit 啦，咁咪慳翻中間嗰啲人咯，係咪？咁我希望你都考慮一下一個咁嘅方案啦。至於政府方面咧，我自己覺得，我係相信局長話好多嘢，佢都係睇報紙睇翻翻嚟嘅。咁我肯定相信咧，會展咧係禮拜日父親節嗰日，佢揭開報紙，諗住好開心慶祝父親節，先睇到啲咁嘅嘢嘅。咁啊，都唔好意思啦嚇，係嗰日咁嗰朝一個咁嘅喜慶場合講啲咁掃興嘅嘢，對佢嚟講。不過我又想問一問咧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係有任何嘅港鐵嘅人員係睇到有人係違法，因為建築條例講清楚咧，你如果睇到啲嘢係唔符合條例，即係違反條例嘅話咧，你要出呢個不合格通知書。咁如果有港鐵嘅員工出咗不合格通知書，但人哋唔睬佢，繼續違法，繼續掘落去，當佢冇到，喺政府嘅層面，作為一個監管者，點樣處理一個咁嘅問題呢？我覺得其實政府需要出嚟交代，佢俾港鐵嘅守則入面冇理由冇提到，如果有任何承建商係做緊違法嘅嘢，使唔使通報俾佢啩？嗱，其他啲嘢我唔講啦。之前路政署長嚟講過，話重大事故啊，公眾關注啊咁。咁但係無論點，承建商已經係明顯地作出咗做咗啲違法行為，而嗰樣嘢係無可否認嘅喎。是港鐵的同事是看到出了兩次信的、哦、是吧？還有這些所謂註冊的那個所謂岩土工程師都是確認了的、哦、那如果你說看到任何承建商有違法行為都不用去報告給政府聽呢，我拗穿頭都不明白政府整個監管制度
到底寫咗啲乜嘢喺嗰張紙度，先至將千幾億簽張支票交俾港鐵，走去分俾啲承建商咧？咁係嘛？呢樣嘢我覺得非常之奇怪啊！咁啊，有好多同事喺立法會走嚟同我講話，雖然咧你呢任咧鐵路小組主席好似做完啦，開完最後次會啦，不過喂，冇理由成件事情都唔俾個機會俾立法會去問一下啦。咁我本人係認同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係會盡我能力去說到局長出嚟，我哋開一次特別會議。佢制唔制我唔知，我應承大家盡我能力去做。咁至於可唔可以揾到港鐵出嚟咧？咁啊，更加係一個未知數啦。不過我承諾會盡我能力去做嘅。有冇咩問題？即係港鐵最終唔肯上立法會個鐵路事務小組委員會嘅，即係個出嚟作證啊，或者你覺得港鐵係咪算一個不負責任嘅？我覺得政府又好，港鐵又好，佢哋點都欠我哋立法會一個場合去交代呢啲嘢，哪怕佢哋重複以前記招同埋工作報告講嘅嘢，佢都需要尊重我哋立法會，點都要照住程序嚟走一轉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哋係失咗我對佢哋嘅尊敬。港鐵同政府高層，港鐵根本自己都唔知呢件事啊嘛。據我理解，港鐵嘅報告話前線監工出咗兩封不合格通知書，冇上報上去啊嘛。咁邊個通知局長呢？我唔明啦。你邊度有呢個資料呢？咁我唔同喎。如果你知道呢樣嘢，我唔知嘅。咁即係話，其實唔係駐場監工啲嘢卡住曬啊，係匯報咗上去，已經俾黃維銘知道啦咩？我睇個新聞稿同埋睇佢哋嘅解釋，佢哋係完全唔知嘅喎。我諗我俾個機會佢哋先啦。我今日講咗我想講嘅嘢，咁睇佢哋尊唔尊重我哋立法會咯。講真，你係委員會嚟走一次，又唔會攞你命。我哋都預咗你重複講翻嗰啲嘢噶啦，咁你都要走一次程序啊。你話如果委員會又唔嚟嘅，嗱，首先大家講清楚嚇。如果佢哋係嚟咧，我唔會處置紅磡嘅，因為紅磡已經特首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做緊㗎啦，我只不過係會處理，我認為啦，應該係處理土瓜灣同埋會展嘅啫。咁當然連帶背後種種政府監管港鐵啦，港鐵監管承建商啊，承建商監管分判商，可能都係透過嗰兩個項目去突顯出嚟嘅。咁好簡單，你都問得好好。如果個委員會都唔尊重嘅，佢係逼我哋用特權法去查佢，咁如果係咁嘅，咁可能我都逼住要考慮啦，係咪？因為以前不嬲都係話噶嘛，我哋建制派我都話啦，唉，最後一把尚方寶劍，嗱，首先係委員會啦，跟住獨立調查啦，跟住呢樣嗰樣啦，咁而家如果連委員會都唔嚟嘅，咁你想我哋點咧？係嘛？特首的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他講到明啦，到目前為止他未轉口風，他話只是查紅磡的，那更加冇理由另外兩單嘢不想嚟講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咁唯一可以令到他哋話不想嚟啦，就是除非特首一陣間或者聽日公開宣布，他的調查委員會乜都涵蓋曬，啊，
土瓜灣又好，紅磡又好，會展又好，全部包曬，可能仲包埋由而家到佢開庭嗰日，所有仲未爆出嚟嘅嘢咁啊。如果係咁，咁咪得，咁咪佢哋到時一次過交代咯。但係暫時未發生噶嘛，所以我本人就呢個睇法啦。OK。